这个枪啊，怎么搜了那么多，全是16啊？继续皮卡多啊，这一把。你妈的逼的，不要飞了！各位特种兵，你别骂人行不行？别骂人，你再骂人，我现在直接反弹给你妈，好吧？直接把你刚骂的话反弹给你妈。终究还是你妈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啊，老丁。我现在已经不骂人了，我要跳皮卡多，我希望你们可以过来干死我。你妈个嘚儿！别骂人了好吗？直接反弹，直接反弹给你妈。求你了，你别骂人了。我已经反弹了，我已经反弹了，好吧，没有用了。哎，你的母亲就像放烟花一样，在空中旋转360度，然后突然爆炸，然后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啊！所以说你不要再骂人了好吗？我知道你就是刚刚没有了母亲很伤心啊，但是你不能骂我呀，我丢！他老是骂我，我操！这个逼他妈就在旁边，你死定了好吧？喂喂喂，大哥，我操，我没跳。他就在我旁边，这个人，我操！他就在我旁边，这个屌毛，你死定了，真的。面子问题，好吧，今天我必须搞他。我操，面子问题，好吧，你死定了，死定了。我操！我操，大哥。是我粉丝吧？妈给我穿一样的衣服啊！不要把这个人给阴死！路是走出来的，技术是打出来的。今天的你认识我这个阳光男孩了吗？玩游戏，玩游戏，不要瞎，不要瞎鸡巴在这里。顺喷686，一人一发解决你。不要跟我硬碰硬，好吧？我受的是伤，你丢的是命。我是个小喽啰，来吧，我是个小喽啰。我操，你是个小喽啰啊！我打不过你这个小喽啰吗？我打不过你这个小喽啰啊！能不能放过我？我一年没吃鸡了。你放过我行不行？我也打不过你这个小喽啰啊！我在三楼，你过来干我呀！我在楼顶跳呢，我在楼顶跳，你过来干我呀！我在一楼嘞，我在三楼，我在一楼没枪哦，我在一楼，我没枪。哎，一号被干了，没枪了，我怎么枪都没有？怎么办啊？我真的是服了，枪都没有，你怎么玩游戏的？你赶紧死吧你！没办法呀，没办法，小喽啰是这样的啦。我操，你这个小喽啰啊，你下来吧。对呀，我没枪，我怎么上去啊？我靠，我在二楼，你下来呀！我滴，我这没枪。你骗人，你肯定有枪。没枪，他妈的，一把手枪，我丢。你要不你不打，你不要不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没枪。打了就是你啊，打了就是你，好吧？直接给你连打带捕。打了就是你，好吧？你这个 FW， 你这个废物啊，直接不给打死了。你也不行啊，你啊。你个傻逼，我都没枪。打了就是你啊，我就打没枪的。你个低能儿啊！我靠，这里他妈的肯定是真人，我给啊。然后先把真人给嘎了。不少来人了。喂，在不在？我操！不要，这逼要出来了。你老毛黑呀！老黑。这不是我弄歪呀，谁？没枪我倒，傻逼呀！
完了，死定了。我操了，他妈的抓鸡他妈了个，我就差一枪，我操。我没有五杀、啊、我服了，我就差一枪，我操，一枪他就死掉了，我丢，哎呦，他们太难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被这个小诺诺给打死了，好吧，被这个小诺诺给打死了，我真的是服了。我操，撞车世界冠军少羽了，撞车世界冠军少羽了，我爹撞车世界冠军少羽。糟了，没有人理我呀，我服了吧，他们肯定自卑了，就是听到我这个帅气的声音然后当场自卑，听到我这个帅气的声音然后当场自卑，不敢讲话了。你可得全买了，自卑的声音太难听了。 OK 啊，你再敢骂我声音难听好吧，你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，有本事报上来爹，报上来爹，报上来爹啊。你叫什么名字、啊、普通话讲的跟你妈便便似的，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，你这样说的普通话不标准，我丢，信不信我让校长打死你，我操了。他竟然敢说我的普通话不标准，我丢，我要在校长打死他。我操，又是两队人，别慌，我这把应该很快，求你了，让我先进去吧，我操了。哎，你们死了，我有枪了，这把哇好废啊，这枪不是，你有枪啊哥，我操，又是这个地方，又是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好吧，喂喂，哈喽兄弟，你在吗？熟悉的地方啊，我又来了，你竟然把我逼脸啊，妈的，不能浪费，我操，我服了，刚才我学他的，各位听到我放屁吗？喂喂，有人在这个楼里好像。各位兄弟们，看我怎么拿这个小手枪一打十的，好吧？但是对小马子弹，校长的兵，暴雨学校的男子。我操你！哦，这人是，我还以为他没枪呢。真的，就这个位置，我打十个没问题，好吧？就这个位置，把你们全部人吊起来打。我操，我想补人头啊，我丢，赶紧跑啊，我丢，那个人头是我的，不要等他下来，你他妈连枪都不拿，
赶紧救队友啊，三楼那个点吗？哎，他们在跑啊！我操，汤姆逊直接往你逼脸，我屌，汤姆逊！你死定了，好吧？哎，他人呢？他在一楼吗？我操！我操，应该是出去了，然后出去当场被人给打死了。这个点吗？出去，然后当场被人给打死了。哎呦，我操了 ，UZ！ 我他妈有 UZ 了，近战神器，好吧。先把他们枪给拿了。然后我得把这个喷子给打了，这喷子好欠揍啊！这个喷子好欠揍啊！我操了！等他出来，等这个喷子出来。他是不是在车后面？我操！然后我把车给炸了，好吧？直接把车给炸了。你看吧，我就说嘛，肯定不在车后面。你们非跟我说在车后面，我他妈服了。都说了不在车后面啊，你们还跟我说在车后面，我真的是服了你们了。我操，对面还在打架，我他妈受不了了，我操，对面还在打架，必须直接莽他，我受不了了。哎，有人过来了，你上来呀。操，傻逼被人给打了！哎，我操了！傻逼被人给打了，我操了！等一下，我隔壁还有一个，我先把隔壁的人给杀了。隔壁这个灯你必须死，好吧？喂 ，Hello。我丢，还有个盒子，你在吗？你在吗？喂喂，别，你一颗顺不了吧？你一颗顺爆雷，他的人呢？哎，我啥？又一个盒子，哎呦，他妈太肥了，都是 UZI 啊！哦，对暗号，我操，这个人不对，在这边。不要，这个逼在这里面。喂，哎，人呢？在一楼吗？我操！他是不是不动了？这个屌毛，老六啊，他想阴我，这个人他肯定想阴我，这绝对是个老六，我操了！老六你在吗？老六。不要在我直播间画季博好吗？不要在我直播间画季博了。哎，他人呢？哎，我操！这是挂，兄弟们，这人是挂，这个人开挂了，我操了！这个人开挂了，好吧？他直接走掉了，绝对开挂了。我得过去了，赶紧打十个。不装逼了好吧，赶紧打十个，我得。他们都在蓝楼，看到没？两把冲锋枪啊！我他妈突死你啊！真的，有两把冲锋枪，啊，直接突到你的脸上啊！他们在这边。喂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可以听到我放屁吗？没事啊，我补了一个。
你们几个人已经被我一个人给包围了，好吧？不敢过来啊！别慌，好吧，他们肯定会从这边出来的。你来干我呀！我操！你们这帮怂逼，我看不起你好吧？你们这帮怂逼，看就是畏惧我的实力，不敢过来啊！老怂逼啊！哇，他们想真上来，我操！你他妈机智呀，哥！你怎么这么机智？我操了！他的智商已经快超过我了，这个人知道吧？他的智商已经快超过我了。我有点怕呀，我得哟！你快上来吧，哥，我求你啦！他不敢上，他一直在绕。这个屌毛，你上来吧，哥，求你了，大哥！我怎么跑了呀？我服了！他怎么跑了？不行啊，我必须干他，好吧？他好怂啊，这个他怎么跑了？我操了，直接往他逼脸！我怕我 UZ 没扩容打不过他，我操！我操，人呢？大哥！老六你在吗？老六，哎我操，大哥你人呢？他在耍我，我操这个人，他在耍我，我丢，糟了，我让你见啊，等着，我拿车他妈的我绕，我就不信你不出来啊！这个老六啊，我操，他在耍我，我他妈服了，他耍我你知道吧？他勾引我的。他不上，他肯定在看我直播。这个人绝对在看我直播，我操啊！等一下，我开车啊！我就不相信你不出来，好吧？他妈了个！他又开枪了！大哥，赶紧出来！行不行？大哥，赶紧出来！我操了！哎，我真服了呀，这个人，我丢，好贱啊，这个人！袁刚一条街这边有一条街这边有脚步，不对，有枪声啊！他人不见了，我他妈服了，他人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我丢！哎，我操！哎，我知道怎么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操！哎，我刚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一招？我操，就是趴下，然后突然站起来那一招。我操，那招牛逼啊！哎，怎么弄的？哎，我操！我他妈学会制造，我就牛逼了！我操！这是什么鬼？我拿枪试一下。我操牛逼！我操，制造拳法！我操，妈的，这个人又来了！喂，我他在耍我吧？这个人，我操了，他又不动啊！他绝对在耍我这个人。我他妈服了，他在耍我，这个人绝对在耍我。你是不是看我直播呀？我操，他露了一下又他妈的不动了，我他妈
妈今天必须把你找出来，我操了。有人在看我直播啊，你就是那个人吗？你好贱啊。我操 M4 我丢 M4。我操终于 M4 了。我瞬间不想跟他打了，我想走了。因为我已经有 M4 了。我走了拜拜，我走了。你再不出来你就杀不到我了，我走了。他是一个老六，这个人好狗啊，绝对在看我直播，知道吧，他绝对在看我直播，这个人。还有刚刚这边明明还有两个脚步，然后都他妈不见了，他们是不是在耍我呀？就是突然不动然后在里面耍我，我操，绝对是这样子的。操，不跟他们玩了，我他妈杀人去了，我丢，拜拜啊，我操，他妈离开这个地方了。这里面至少还有两个人以上啊，他们好贱的啊，这就不动了，在耍我知道吧，他在玩我。我操，怎么这么贱啊，我丢，我还没捡空投呢，我跟他们耗太长时间了，我操，我去捡空投去吧，去捡波空投去。有个女仔留下市上面的大波，妈的这么远，我有时候会对你犯下大错，所以说我决定啊，我还是不捡了，好吧，我还是不捡了，我要去别墅啊，我还是不捡了，这他妈太远了，我操，在陈花镇那边啊，这空投，我看别墅有没有人。他就是在耍我，那两个屌毛。他故意动一下，知道吧？然后勾引一下我，然后又他妈的不动了。绝对是这样子啊，我操了。什么背景啊，大哥，给我安排个背景行不行？给我安排一个，我操，六倍。站起来了。六倍镜啊。OK 了，我肥了。我看我们 M76 啊，他这边好像没有人搜过，这边还没被搜过，我操，他妈可以啊，我操，三级包。哎，有我的 UZI 扩容啊，必须安排上啊。操，都怪这几个人，他浪费我太长时间了，赶紧溜吧，不然都没人打了。现在应该挺肥的了，就差头甲了，去圣马丁吧。他好狗啊，这个人，不是又开枪了 ，Win 九四，他是不是跟过来了？然后勾引我，我操了，肯定是这样子的。车没油了吗？没事啊，没事好吧，车没油也没事啊。我看屌毛在什么地方，是他吗？喂，你是不是拳击馆那个窥屏的那个？大哥别挡我，大哥，我操你妈，你给我等着啊，刘老师，干他，我干他，不是，怎么，这是真机不扛揍啊？我他妈服了，怎么这么扛揍啊，这个人五个，我操，汤姆逊，我操，50发子弹他喵的，他怎么这么扛揍啊，这个人，我操，分子子弹，哎，这伤害好低啊，我丢，妈一梭子啊，这伤害真的好低啊，我突然发现啊，这个枪他竟然这样都没有死掉啊，我他妈也是服了。跳四把步枪我应该死不掉，
操他妈五十发的汤姆逊，他摁着子弹，摁着他妈开火箭。你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一直在那摁着开火箭，我操！完，这把有没有来撞我的？5540的力值，没有人比我高啊！我丢，5500，你妈个傻逼！你怎么又骂人？我他妈服了！你怎么又骂人啊，大哥？能不能别骂人了？闭上你的屁眼啊！不要再骂人了好吗？又是这个人吗？我没有。少爷，我是你粉丝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这个人我掉，应该被我打死过啊。好像是那么两个字的。跳皮卡多，听到没？跳皮卡多，全部跳皮卡多，全部跳皮卡多。来来来，把你的 ID。我的 ID 叫做快手，搜索你爹，知道吧？快手搜索你爹。搜索你妈，对，快手搜索你妈逼，知道吧？快手搜索你妈逼，我待就叫这个。我希望你可以来皮卡多砍死我，我单人四排，我去跳拳击馆、啊，我叫拳击馆，知道吧？你赶紧啊！不要听他们在骂什么。完了，这把我可能会和呀，我感觉这把。好多人跳这拳击馆，我感觉。我分盘了。他妈的上把就差一个，我他妈就十杀了。那个逼太他妈扛揍了。啊、哦，没枪我就嗝屁了！我操，没捡到子弹。没事啊，我相信一楼有枪，好吧？我相信一楼有枪，相信自己啊，一楼肯定有枪。走了吧，我操！这逼怎么会卡？哎，红龙也有人，原红龙也有人。喂 ，Hello， 楼上的小哥哥组队吗？组队吗？组不组队啊？我是一个人妖，组队吗？楼上的组队吗？喂？组队吗？组不组队啊？我是一个人妖，你组队吗？没有，我们把对面这个秒了，他走掉了。哇，他一直上面，应该不会下来了，这掉毛。组不组队？我操啦，问你话呢，组不组队？赶紧给我打个全部麦。你在哪里？哇，你是小姐姐吗？对啊，我可以跟你组队吗？可以，那你别拿枪，我在楼下动呢，别拿枪好吗？别拿枪，我求你了。我收枪了，你是什么衣服？我是穿白色伏地魔的，我现在上，你在楼上吗？我在楼上，我在楼顶。那你下来。哎，是你吗？对，这个是我，把枪丢了，你把枪收了，把枪收掉。我不打你。OK， 我就是你啊，因为你们这些女生都，你是一个人吗？都很善良，对，我就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我知道你们这些女生都很善良的。哎，你要先要钱，你要不要黄金风衣？我有两个队友。我给你穿黄金风衣，你要吗？可以吗？等一下，我给你变黄金风衣出来，别忘好吧。
但你穿上之后你不能打我知道吧。OK OK， 那你走吧，那你走吧。行吧行吧 ，OK OK， 拜拜好，拜拜拜拜拜拜 ，OK OK， 把黄金封印给他穿，兄弟们，黄金封印当场给他穿了，好吧。我操，对面在玩饮料机，我丢，我服了。对面竟然敢当着我的面玩饮料机啊！你个怂逼出来啊！然后再从隔壁下隔上来，应该不会过来。喂 ，Hello， 有人吗？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，我捏雷了。楼下来忙我逼脸了，楼下来你能不能放过我，你不要忙我的逼脸行不行，我一年没吃鸡了。封颗烟好吧，先封颗烟。发子弹啊！哇操，你太讲，你他妈的兄弟感情啊！我丢，太讲义气了这个人啊！我操，队友一倒他直接下去啊！我丢，胆子好肥啊！对他胆子太肥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对情侣啊！喂 ，Hello， 先把亮瞎，先把他狗眼亮瞎，好吧？亮瞎之后再直接出来。我操，怎么把我的眼睛亮瞎了？我他妈服了！我的狗眼被亮瞎了，我他妈服了！拿 M762 吧，哎，拿我的 M762 啊，拿把 M4 吧。哇，其实我还是感觉那个 UZI 比较牛逼一点啊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两人的包舔一下，这两人包好像有扩容，我记得。哎，你这栋楼来着？我在另外一栋楼啊，我他妈记错了，我丢！看到没？对面在打人机。好了，必须过去啊！甲，我拿甲了，我拿甲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队人机给清了，这边全是人机。我看到名字看得出来，肯定是个人机，所以说我先把。这个人机给他杀了，啊，人机哥来了，人机哥来了，这也是个人机。喵的，我这把绝对杀十个，杀不到十个我退网，好吧，杀不到十个我当场退网啊。你看那边打的老激烈了，至少两个满编队在那边打架，听这个枪声啊，我丢，等一下我直接过去，我两颗锁雷，我得带三颗雷啊，他们就在蓝龙那边打架，肯定有两个满编。OK 啦，直接猛他逼脸，我操！没
有撤退可言，好吧？没有撤退可言。我操，你还是两个？哎，这就是看到没，就是撞车那个人，我操，好能苟啊！估计苟了我好久。我他妈就知道，哎呀，好能忍啊，这个人。我知道他妈肯定亏平的，他撞我好多次了，这个人撞了我太多次了，这个点吗？每次都来撞我，然后他又阴，主要他来撞我，他又不忙我，我要退网了，兄弟们，我要退网了，你们给榜一柚子点一下关注啊，然后我就退网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然后我就要退网了，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我单人四排他妈还有人来撞我，然后还这样打。那屌毛他妈有队友他都不敢莽，我操！我刚都想按秒趴了，但是我另一个手在放歌，我操！枪法其实很水的，我要是一个秒趴他绝对打不死我，每个秒趴他就死掉了，但是我在放，我他妈另一只手在点鼠标，我操，然后就死掉了。这边又是来撞的，看没这个点吗？这个片又是来撞的。来什么麦听一下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来皮卡多，来皮卡多，不要去别墅啊，不要去别墅，来皮卡多，听到没？来皮卡多，来皮卡多。Airplane 皮卡多，该当了。还有啊，你不要亏平阴我了，我求你了，你直接忙我的 B 脸吧，我不想活了，你直接过来忙我的 B 脸吧，行不行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帮白爱心点到100万吧，帮白爱心点到100万，我就退网了。你帮白星点到100万吧，点到100万我就下播了，兄弟们，就是我最后一场直播了，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啊，明天我就过生日了，赶紧压封盘啊，赶紧压好吧，赶紧压。我知道你可能以为我很拽。不拽他一拽，就对得起自己了。你没有快，肯定没有快，这个单儿。去看有没有枪啊？没枪我就去死了。嗯，这个 Win 94大哥。这枪真打不了，我得溜了。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我把他妈的就是能打的自动枪呀，我操，别再给我这些枪了，我服了。喂，哈喽，组队吗？兄弟组不组队？你们四个人已经被我一个人给包围了，组队吗？组队吗？组不组队啊？你们四个人都被我一个人给包围了，你们不打算组队吗？啊？你们四个人被我一个人给包围了？有还有一个在三楼啊，应该是个傻逼吧，这人。哦，他是这边，我操！我服了，竟然没打死他，下来了。
对啊，必须采访他这个人队友啊。喂，路是走出来的，技术是打出来的。操你那，我不把你秒了，我他妈退网。我为什么只能开出一枪啊？看到没，我非常的节省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们已经中我一喷了。我刚差点开不出枪，我的哟！哎，我这把又活下来，看到没？我又他妈活下来了！啊，只要我在这个皮卡都能活出去啊，我就可以吃鸡了。赶紧来瓶饮料啊！你们信不信？绝对是八瓶饮料，这个绝对是八瓶饮料，你们信不信？操，他妈太牛逼了！我太牛逼了呀，我靠，八瓶饮料竟然被我发现了。我就是玩这个游戏最牛逼的，我屌，我就是玩这个游戏最牛逼的，好吧。哎，他的包里有什么东西，我看一下。我去拿他那把维克托吧，算了，就拿喷子吧，我操了，就拿喷子吧。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跳人，我开车去绕一下。皮卡都可能没人，我感觉，可能就只有他们这么一队人。我需要侧边镜。好了，这把总没老六了吧？两旁有没有人啊？把他们引出来。要是没有人，我就去别墅了。还有人，粉丝吧，这是。喂，喂喂，我你粉丝别打，我操，收枪，收枪，我收枪了，我收枪了，我收枪了，枪对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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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，你关注我多久了？关注我多久了？有没有加入我的粉丝团？没有，好吧。哇，你好肥啊，我的哟。没钱。我操。你是学生吗？你是学生吗？对对对。哦，那行吧，那没事，那你就是每天坚持来看我直播，你是不是我的铁粉？是呀、啊、我每天都看，我每天都看。我操，我撞你三把了。行行。你每把都死了。那我走了。就是为什么你每天都看我。好好，每天都看我直播，你为什么今天你不来看我，不来看我啊？他说他要看直播去了，他看直播去了，兄弟们，他去看我直播了。他看我直播去了，知道吧？他说他比较喜欢看我直播，然后我就送他去看我直播了。他说他每天看我直播，对吧？他今天没看我直播，那我必须送他去看我的，看一看我直播，好吧？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黑暗的地方全部都照亮了。我操！我感觉我这个他妈的做的很对呀、啊，我兄弟们，觉得我做的对吗？我操！我感觉我做的很对啊。他这么喜欢看我直播，他今天肯定就是玩游戏，然后就是没看到我直播，那我必须让他去看我看直播啊。
我没打他，我没打他，我没有打他，他在那里面苟着呀，我没打他呀，打他干嘛？我没有大变活人，我刚刚没有打他，他在，他就是看我直播去了，他说这把游戏不想玩了，然后看我直播去了，我没打他，他退了我都不舍得打他，知道吧？我没有打他，在那个 L 楼那边当老六啊，退游戏了。到了，他喵的！我要去圣马丁啊，去圣马丁逛一手，看有没有人。哎，奥特曼出了又不一定打人，我操！啊，难道我现在就打人了吗？这也没打人呀，我丢！奥特曼又不代表一定会打人，我真的是服了你们了。我操！有人，满编，我操，完了，满编，大哥，赶紧过来！有本事你就过来，好吧？你这个满编，我操了，就他妈一个人，直接往你逼脸。就一个人，我操！你他妈死定了！你他妈就一个人，大，哎，两个，我操！他们怎么就两个吗？喂喂，你队友呢？哈喽，你队友在哪？可以听到我放屁吗？你队友在哪？可以听到我放屁吗？你队友呢？喂，装高冷啊！我屌 M 四，当场安排上啊！哎呀，肥了！你队友呢？别慌，给你封烟，别跑，给你封烟，给你封烟，你别慌好吧，别慌，给你封手烟。你队友在哪呢？我怎么没看到你队友啊？你队友都不来救你吗？啊，你怎么死了？喵服了呀！你怎么就死了呢？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十杀了，马上十杀了，好吧？他在这个，我刚听到就是这个广告楼这边有个脚步，广告楼这边有两个人。我操！我表弟玩的。哎，我操！高手呀，我丢！操，老车刚好没有油了，干嘛？这个白鹿啊，不要再说我是挂逼了好吗？我真的没有开挂。白鹿这个小学生的声音好难听啊！我听到这个白鹿声音，我都想把他给掐死了。我真的是服了这个白鹿，我操了！我听到他的声音，我都想把白鹿给掐死，真的。摆了个死小学生啊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哎，空投去哪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等一下我去大荒山。我听到这边有脚步了，大荒山这边有脚步，我刚听到了。大荒山这边有人，满编队，我操，满编队有四个人，我丢，满编队四个人在原地交配啊，在我前面。满编队四个人，在我前面交配啊！直接满过去好吧？有啊，他们就在这附近交配啊！我要把他们找出来。哇，那门好像开了，那肯定有人呀！我丢。我操，没人吗？不科学，那个门都开了，我看到。让我再回去逛一下。不科学啊，我丢！
那个是人吗？OK， 那个也不是人啊，好奇怪啊！有点奇怪啊，这一把我丢。灵异事件，我操了，人不见了。我刚刚明明听到这边有四个脚步呀。不要，我再逛一下吧，我再逛一下。算了，我还是开这个日本车吧。我还是开日本车啊。日本上不是都在玩这个吗？我丢！我操！我要找几个演员啊！我丢！找几个演员好吧，然后直接这样子啊。这边有一个人啊，直接一波拉枪啊！我操！然后自己摔下来了。我要去安排几个演员啊！我要去拍一个出来，我操了！他们热门上面不是都在玩这个吗？我要去安排几个，我操，我的车呢？我的车去哪了？我的车去哪了？别打我了，哥，放他狗命吧！吃把鸡不容易啊！他妈嗝屁了！哦，这个炮不是打不到吗？原来打得到啊！早知道不装逼了，我丢！早知道我就不装逼了，我操了！我给你们重新开一个精彩啊！我那个摩托车他妈的不知道。加油，特种兵！早知道我就不跑了，我丢！哎，我他妈又失了绿榜，看到没有？我又失了绿榜一。他肯定在圣马，不是他刚肯定就在老大光山那边，因为大光山门都开了，肯定有人的，我丢！然后车都没有被开走。我操！撞车少宇！我操！撞车我爹少宇啊！我丢！撞车我爹少宇啊！撞车我的偶像少宇，好吧？撞车我爹少宇，主播你是我爹主播。撞车我爹少宇啊！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快就要起飞了。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穿一样的小红帽啊！哦，一百二小学生，我知道小学生啊，偷他爸的钱刷礼物啊，兄弟们，小学生啊，还差一点九破五百万。对，我还差一点九啊，我就差一点九就破五百万了，我屌！你们没去我这个对面点双击，你们去我操完了，我没跳伞，你们去我这个对面点个双击好吗？去我这个作品点个双击啊，兄弟们，我第一个作品啊。就是刚发的那个作品啊，你们去帮我点个双击啊！我操，这把会被死掉啊！他妈跳伞跳的这么慢，哎，也才四个人哎，哎，二楼没有人跳好像。
还不跟你打吧，捡枪啊！完了，好像有点穷啊。幺八七六二，我怎么死的？不操了！不操！他妈这波怎么死的？我他还敢进来！我操！我屌！牛逼啊！牛逼啊！太牛逼了！我操了！操、啊、这波他妈太牛逼了！先被给打了头，但在我的视角里面，我他妈的早就已经收回去了！我屌！在他的视角里面，竟然被打了头了！我操了！OK 啊，他是挂，好吧，他是挂，他绝对是一个外挂，知道吧？打不过的都是挂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就是他肯定开挂了，知道吧？加油，特种兵！他是一个挂逼啊！他妈那个！啊，在我视角里面，我都已经被收回去，他妈的，就探了一下头，我操！而且我竟然是不是在给爆头的？我丢！他是挂，知道吧？这个人是挂，外挂，开挂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这又是粉丝吗？我丢！撞车卢本伟啊！我的屌！我看那个老六在不在啊？那个穿红色帽子那个老六啊？要是他在，我就退掉啊，因为他会溜死我的。就是穿我这个衣服，然后戴红色帽子那个屌毛，他不在啊。说话说话，开麦说话，开麦说话，快点开麦说话，你在吗？开麦说话。少宇少宇少宇，我是你粉丝少宇少宇少宇。我知道你肯定是我的粉丝啊，你是不是来撞我的、啊哦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我不是。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我是你啊。来皮卡多，咱们来皮卡多，去皮卡多。不要打我。我肯定不会打你的，我绝对不会打你的，我100%不会打你的，知道吧？我怎么可能会打我的粉丝啊？你也不想想，我操了，我可能打我的粉丝吗？我丢，我怎么可能打我的粉丝？我靠，第一次认真主播。我给你穿黄金风衣呢，我不仅不打你，我还给你穿黄金风衣啊。在哪里直播？那你不要打我，那你不要打我啊！不打不打，我特别的就是爱护你们这些小孩啊。那我在那个蓝楼等你。我去看一下呗。我在蓝楼等你。行行，跳皮卡多，全部人跳皮卡多，跳皮卡多拳击馆，知道吧？跳皮卡多拳击馆过来碰一下。少宇，我在蓝楼等你。OK， 你等我就完了，等我就完了。我一定不会打你的，我肯定会打死你的。好吧，我肯定会打死你的。往死里打，我操了。我不配放这首歌，好吧？完了，我没他们跳得快啊！等一下，我封盘了没有？封盘了 ，OK 了，我封盘了。好，那我这边他们该嗝屁了。我看你们往红楼跑啊！来把枪哥，哎，我操！别慌，我这把有希望，不用走啊，不用走，好吧？他们好像有两个队，我感觉。
可怕呀，我操，喷子。我有枪，我会怂你吗？OK 啊，我又被秒了。我竟然被秒了，他没投的，没打过他。啊，为什么会对不过啊？这波？他是没开镜，然后直接扫我头啊！我操！果然牛逼啊！我操了，他肯定有假，这个人，这个人绝对有假，当场打脸了！我要见我的粉呢，我丢，我都没见到我的粉丝啊！我还以为他是不开镜打我头了，我操！又是秒死的，我丢！没有假，应该是没有假的原因，没有假肯定可能打不过他，我操！他肯定有假，我他妈 AK！ 他要是没假，我 AK 三枪他就倒了，他肯定有个二级假，这个屌毛，肯定有个二级假。一罐可乐。哎，怎么又是完了？这个粉丝来报仇了！我错了，大哥，你别撞我行不行？我错了，我这次再也不会大变活人了。我错了，你别打我了行不行？我错了，我上次不应该把你大变活人的。你得打你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大变活人了。我发誓好吧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大变活人了。我操，张浩宇啊，张浩宇！飞机很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上次把你大变活人了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大变活人了。Yeah, 我是你粉丝啊！我操，我已经。你能原谅我吗？我跟你卡车。大爷，我在看直播。他和我说话吗？操你妈！来 PK 的，你给我一个傻狗！操你妈！哎，你怎么骂人啊？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啊？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怎么能骂人呢、啊？做自主播，做自主播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比比嘞。来别墅，来别墅，不要哔哔，不要哔哔，好吧，不要给我哔哔，全部人都给我跳别墅去，好吧，全部人都给我跳别墅，快手搜搜你妈逼，我操，好多呀，我要不跑啊，我肯定出不来啊。哎，我去一楼，在二楼我就上一楼。枪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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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，大哥大哥枪。操他妈太危险了，大哥！哎，我操了，我服了！妈的，无视这些雷啊！我操，这些人！我没气造枪，我操他喵的，我丢了一头是把 AK 就好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这么猛，我操，加油特种兵。
不按套路出牌，他都不带卡一下的这个屁眼。他不是应该先卡一下视角吗？我操，然后再进来吗？等他把枪从他妈一楼，从他妈二楼直接冲到一楼啊！那人跳的太多了，我操，不能再跳这个地方了，还是去皮老的拳击馆啊？还可以跑啊，要是没有枪或者人多，我还可以跑掉啊，还可以往红楼跑啊。少宇，我是你粉丝啊！我操，撞车少宇了，我丢！我操，少宇，看我怎么看你！我操，黄金飞给我大哥！飞机丢丢丢！起飞了！你刚刚不是要干我吗？少宇，你刚不是要干我吗？怎么现在要求我穿黄金风衣啊？哎，你打死我也没用啊！我就不给你穿黄金风衣，就不给你穿黄金风衣，我他妈气死你啊！就不给你穿黄金风衣啊！我凭啥借你打火机？我凭什么借你打火机？少宇，我第一次撞你，我第一次遇见你啊！少宇，来皮卡多，来皮卡多，来皮卡多。OK 啊，亏你平干你啊，必须亏你平干你啊。我就信你啊，你赶紧干死我吧。皮卡多是吧 ？OK 啊。赶紧干死我吧，我都不想活了。OK 啊，我先录个屏啊，我先录个屏啊。你录吧，你录吧，你录吧。对，吊打我，吊打我，赶紧录屏啊。OK 啊 ，OK 啊，帮我吊打你一玩。我希望你打开能全部卖好吗？我希望你打开能全部卖，让我听到你这个这个脑瘫的声音啊。我听到你这个脑瘫的声音，我就想掐死你啊！给我来皮卡多啊！我操了，有本事别溜我，听到没？这个脑瘫啊，我也是服了。这声音好像白鹿，我也觉得，我每次我听到这个声音，我都想掐死他。这个死白鹿啊！这个肯定是白鹿的儿子啊，兄弟们，那个是白鹿的儿子，我真的是服了。白鹿的儿子啊，撞车白鹿的儿子，我操完了，我这个伞没挑好，我个屁了，我去红楼吧，不要去拳击馆了，我没有挑好这个伞，我丢，我在空中点了一下，看到没，完美落地，看到没，先开两枪。然后往这边，然后在这边开门啊！这边收装备，我他妈也收装备去了。我操，顺喷686，顺喷 S1897，我受的是伤，你丢的是命。路是走出来的，技术是打出来的。隔壁的人，你可以听到我放屁吗？隔壁的人能听到我放屁吗？路是走出来的，技术是打出来的。今天的你认识我这个阳光男孩了吗？我的 S686 很公平的，一人一发解决你。老子收好，危险啊！这边收装备，你看，全他妈是人。六倍镜，我知道有六倍镜，我故意不捡，你们懂个鸡巴呀啊！故意不捡呢，我是拿来钓鱼的，你知道吧？拜拜了，大哥。我操，你就不能让我过去吗？我丢！